好嘞，嘿，您说这大餐，就是这牛肉火锅是不是？哎呦，这还不是白汤哈？对，这个是，这里边是牛骨头。牛骨，对，经常吃火锅，这先切羊肉我们经常用，嗯，先切牛肉涮火锅，还这么厚的片儿，嗯，想象得到那个口感。 铜锅涮肉并不陌生，但这牛气冲天的气势可不常见。汤是货真价实的牛骨汤，肉是新鲜切片的牛腰肉，亦或是肥瘦相间的肥牛卷儿，在沸腾的火锅里涮一涮，再蘸上麻酱、腐乳、韭菜花的蘸料，激发牛肉最本真的鲜香。吃着吃着，旁边这位老兄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注意：这根大牛骨头，它为什么要刮得这么干净呢？ 这个肉是跟大骨头汤一起煮的哈，嗯，这煮完以后呢，肉吃完了啊，就是开始娱乐项目，咱们就是玩一玩，这个把这个打断的，拿手拿手打，我看看，比划比划啊，你使点劲儿啊，嘿，嘿，不行，太结实了这个。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如此豪迈的吃法彰显着草原人对生活的热爱。 牛肉的每一个部位在这里都得到了最大化的使用，这既是草原人对牛的尊重，也是大自然给予草原人最好的馈赠。